现在呢，请那个两位找 Hi Beauty 来示范怎么玩。然后呢，粉丝们眼睛要看好，眼睛一定要看好，怎么示范呢？来，脚嗨拳怎么玩呢？去猜拳的时候要说脚嗨脚嗨，谁最嗨？好，赢的人先喊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步骤 step by step。有三个拳是一个拳。好，来，刚刚哦，他们没有听到。来，你们过来，前面蹲一排，是不是很想要看清？你们这十个，我一看出来就是你们想看脚嗨 beauty 怎么玩。来，这一排 VIP 座，先让你们看一下。好，稍微蹲一下没关系，好不好？这个角度刚刚好，腿比较长，我知道。好，因为你现在在练深蹲，是不是？好，来脚嗨 beauty 来示范一下脚嗨拳怎么先剪刀石头布，对不对？剪刀石头布，第一步骤先猜拳，赢了要喊什么呢？我们有三个口号，然后三个口号动作分别是新雅，要新雅，因为新雅是呼呼，双手交叉，脚微蹲。阿 Ken 很性感的厚嘴唇，阿 Ken 呀阿 Ken， 来阿 Ken 啦阿 Ken， 然后再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脚平的招牌，脚嗨呀脚嗨，脚嗨呀脚嗨，好，三个手势大家记起来了吗？来，我们现在要看大家记起来了没？来，十位粉丝通通有，请起立。来，第一个是我们的安心雅是怎么样？动作是呼呼心雅，呼呼心雅呀心雅。那位在打混啊，李小龙。好，新雅，阿 K 怎么样？小翘唇，厚嘴唇，脚要围勾。来，男孩们围勾，勾不好我可能就要把你送到隔壁了。好，围勾。那还第三个是什么？喝脚嗨，心就嗨的什么？很嗨的海带拳。手举起来有很嗨吗？露出很嗨的表情。很好，这个场景呢我非常的喜欢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感觉。那当然我们有个口号，对不对？来告诉他口号是什么。划拳前面有个口号，先喊脚嗨脚嗨谁最嗨，脚嗨脚嗨谁最嗨，脚嗨脚嗨谁最嗨，脚哎，好，邀请大声说，这是测试。还拍照不划拳，还被我认出来。玩完了你赢还输？赢是不是？那就有机会拍照。好，来，这位男孩你输了是不是？你输了，那怎么办？你没有机会跟新雅还有阿 Ken 玩呢。那你先到旁边休息，我看你到底有没有机会。所以赢的举手。哇，那只能说你无缘了。好，恭喜这四位成功晋级。